我原本成绩还算可以，考取了一所985大学，但由于抑郁焦虑，我从大学退学了。由于心态很差，我无法进行高考的复习，再去参加高考。家庭条件不好，年纪也不小了。退学后，我一直失眠，身体由于长期失眠，焦虑变得很差。我才22岁，很多人看我都以为30多岁了。我一直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甚至有时候想要自杀。我应该怎么办才好？你能够考上大学，这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就是由于抑郁症退学了，那你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？抑郁症是非常负面的一种情绪，但是用佛法是可以治疗的。这一些净土杂志发表的一组曾经得过抑郁症的这些人，通过佛法的治疗恢复正常的一组文稿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你得抑郁症，肯定你没有空性的智慧，你心量一定是比较小，遇到任何问题都是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念头，那负面念头积累的越来越多，那都是毒素啊，有毒的东西啊，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、神经系统各方面产生一种侵蚀，那直接的就是你睡眠不好。现在中国社会说有睡眠障碍的比例是在1/3，这个比例非常惊人。为什么会有睡眠障碍呢？我们的内心妄想杂念为什么那么多呢？所以有时候对有睡眠障碍的人，我劝他们临睡之前背一遍到3遍《心经》，然后再带着这句佛号进入睡眠状态。在你胡思乱想的当下，你把它看空，这个世界没有一项是真实的，没有一项值得牵挂的。你心空，清净了，自然就清凉了，自然就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。那现在你一定要从这种焦虑当中走出来，特别是你不能有自杀的念头。有些抑郁病人，他这个自杀的念头好像会有一种声音在诱导：“哎呀，自杀很好啊，这活得没意思啊！”这可能是自己的孽障、冤亲债主的诱惑。要知道，得生命是很不容易的，生命具有无限的尊严的。我们从任何地方都不能有自杀的权利的。面对着你父母，你的孝道都没有尽，你会一辈子让父母痛苦。而且自杀的人，你想在轮回当中投生是不可能正常投生的，一定他要找一个退生，他才能投生的。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的，所以一定要从阴影当中走出来，要开朗起来，要读圣贤的经典，要知道我自己都有佛性的，有无量的智慧的，能够绽放生命的光彩的。所以你重新获得一种自信，在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，继续参加高考。既然你能考上重点大学，你这是再去复习一年吗？再去考吗？以及你报答父母的恩德，回到社会人群当中去获得一种生命的意义，尤其要开始学佛。在网络上会有一些抑郁症，它有些
主相互之间交狱友啊，狱政的朋友，哎，他们在相互支持啊。据说修佛法，尤其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有相当的良好的效果。就在东林寺一些义工里面，曾经有抑郁症的在这里住段时间，义工念念佛也自然的消失。抑郁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把它太当回事了。其实心因性的问题跟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它没有明显的界限，就看你能不能走出来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位同学通过这次夏令营打开你的心扉，让它透出般若智慧的光明啊，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我想你一定可以走出来，参加高考，去考上大学。